要前往下一个城市去了，所以我们要跟阿布达比说拜拜啦。其实我们在阿布达比真的没有待多久，所以我们现在前往下一个城市叫做阿莱因。爱因，他呢那边听说新开了一间蛮大的类似 safari 的动物园，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去看看。这看起来好像沙漠，你是就是想要来看沙漠的。我们到了我们今天住的饭店，在 check in 的爸爸，装帅的在恩，白目的在西，几号？是印度数字，印度数字，然后传到阿拉伯，阿拉伯改良之后变成阿拉伯数字，所以我们的数字系统现在是印度的数字。Sandy, look at me, Sandy, 投下去，投下去。哇 ，Sandy, you did it!现在我们在这边7:40，台湾的话是晚上11:40。我们还在准备要吃晚餐，然后准备结束今天的一切，然后让孩子回去睡觉了。我们明天呢就要去爱因这边的一间 zoo，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 package 就是 safari， 这样子的，大家早点睡了。等一下吃完早餐的话，我们就要去动物园了。我觉得这里的服务跟那个食物其实都不错，大家可以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选这一间啊。来中东这种地方，一定要吃冰水豆，叫蓝内，就是有点像优格之类的。要多久？男人就是要持久。你们来看动物开心吗？为什么？看起来不开心呢？请来了。来印度。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进入动物园了。选择时间来啊，真的是热死。从我们这几天下来，我觉得最热的时间大概是2点到5点那个时间啊，真的是热，然后加闷到炸裂。耶！真是。Safari。好帅哦！真的帅。一直露肚子，我们要来买票了。但不得不说，这里还蛮漂亮的。我们今天这个门票是1050，然后最后给我们多少打折？多少？680。真的假的？好险我的。Discount $682 Is that okay? Okay. 原本是1050，对，1050。我知道以后我们去这个买票都要装一下，is that right？ 所以 my fault。因为我其实，在网络上就有查到，我们就是要坐那个 safari 的车子，就是必须付1050，就剩下9000块，其实真的是蛮惊人一个数字。没想到他就说店员给他 discount 了，哇，600多哎，差蛮多的，真开心。OK， 我们进来了。我们现在要走到 Safari 的搭车处，还在前面。因为它这其实分成两个区块，一进它的 gate 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你要往 Safari 的地方去，然后左手边就是 Zoo 的地方，就一般的动物园。所以我们 Safari 等下玩完之后就有 Zoo 的那个部分，只是 Zoo 的那个部分的话，就是应该要靠自己的双脚。好了，我们到了它这个Safari 的车子 ，OK， 我们搭的应该是后面这一台车子，因为它的那个什么，它的车顶是可以往上升的。其实它这里的 Safari 啊，它有两种的 Safari， 一个就是类似大家像是 Bus 的 Safari， 就刚刚我看到后面有一台比较大台的，它那一个的话是
只要五岁以上的小孩子都是210元离母，五岁以下的小孩子是不可以搭乘的，所以就有点被迫，我们家是只能搭乘 Safari SUV， 就是我刚刚拍的，因为那个是6人座，最多6个人，然后不论你是只有2个人或者是3个人，就是6个人以内坐那台车子，它就是等于包车概念，1050离母。就是刚刚爸爸要付的那笔钱，然后他又有算我们 discount 600多块，所以其实来讲是算是非常的划算，这样子比我们去坐那个 bus 4个人800多块还要便宜。坐 Safari SUV 的资格是3岁以上，那康安西现在3岁多，所以他就是符合资格，所以我们可以坐那一台车。The safari, and this is African safari, so all animal inside is African animal. Okay. And they are water in the carrots for you, and the carrots will be from the giraffe feeding. Oka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you can ask anytime. Okay. And if you want to open the window, feel free to do that.然后他说我们现在进来这 Safari， 然后我们的车顶是可以打开，但因为现在太热，他就先不要让我们打开。然后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窗户都是可以自由的摇动下来的。Kind of antelope called the adux. 那这个导游都还蛮不错的，都还有跟我们介绍。哇，有没有？还有大便。还有大便哦，你只 focus 在大便上面是不是？你可以站着，你可以站着也没关系。Gazelle 三 ，Gazelle， 你饿了、哦？你怎么知道他们饿了？还是他们要吃你啊？没有，他们就不是吃人。好像不是吃人的。OK。Hello。哦，他要被撞我们啊！爸爸真的很敢哎。现在有没有很靠近？他会不会突然冲上来？会。冲撞康泰熙。哎、欸，等一下，我们到 Lion 那个地方，我把窗户打开来，让你跟他 say hello。来啦，没关系、啊。因为很危险。真的哎，你很有危机意识哎。来了就是吃肉。真的哦，所以你也是肉吗？我也是。你是肉、哦。依然。很大只哎，赞。你要跟他 say hello 吗？哎、欸，他的睫毛好长哦。我们真的蛮近看到这些动物，因为都是可以拉下车窗的。奈希整个人已经出去了，你要不要下去跟他们一起睡觉算了？奈希 ，Rhino 在那边呢，你真的很猛哎！奈希，你再出去。哇、哦，好猛哦！那 Rhino 会直接撞的，他还看到你撞车子，撞车子不是撞人啊？近哎，这样对不对？他真的在我的旁边而已，完全无放大，大概我走两步路就碰到他了吧。What do you think? They are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Which one? The zebra. White stripe, black stripe. White skin with the black stripe? Yeah. No, it's the black skin with the white stripe. What?Whatever. They are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但 Africa 有 hippo 吗？有。有啊，还没看到 hippo。现在应该准备要带我们到另外一区。Ostrich. Ostrich. 他没有他吃。Oh my god! Oh my god! Be careful, ah. Be careful. Okay. Because they try to walk. Okay.对，一点点而已。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再高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不是，我教你，我教你。来，不是，你就是在这边，只是在窗户这边而已。他还没有进来呢。哦，很凶呢！哇，快起来！康泰熙，康泰熙，猫猫，吓死我！吓死我！你干嘛？把它打开来！
西刚刚差点害死我们了，吓死 ！Oh my god！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他闻到你的肉味了，有没有？这里有很多个肉哎、欸！在这里看，你跟他说 hello， 而且你这样这么的挑衅，真的是臭屁孩呢。三给你了 ，Carol 拿着三 ，Carol 先拿一根，好拿一根，好，准备了，站起来了 ，Oh my god， 这边站起来，站起来，快点。摸摸他的鼻子。丹，你刚刚喂 Giraffe 开心吗？越来越有开心。动物也需要乘凉一下，因为真的蛮热的。好了，我们回来了，你们开心吗 ？Thank you. OK，Thank you. Bye. 好了，我们下车了，这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小时的。Safari 的活动内容，因为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他等于就开车那个人会自己掌控时间，然后掌控就是哪里有动物，然后带你去看。大家真的可以来，而且我觉得这里真的太热了，你要参加这种活动，你就真的只能就是搭车子之类的。这样多少钱啊？一大人40，小孩21。爸爸花了台币1000多块，让我们上来坐这个车子。我要喂动物。好啊，要等一下，要有动物可以喂的地方才能喂啊。你刚刚不是有喂过 giraffe 吗？那我还喜欢。真的？那你拿你的手去喂 lion 啊。你喜欢。你快有风是不是？但其实这风都是热风哦，这完全不是冷的风，凉的风。好了，开始徒步行走了，各位。现在。观看的找动物的孩子们，其实他这个还蛮不错的，蛮亲子友善的，因为大人就看上面的，小孩子就看下面的，还蛮亲子友善的，不错。熊哥，哇，你会拼音了？有听到声音吗？哦，狮子集体吼叫的声音，他感觉在底下。不是我要说的哦，这是骗钱的嘛，因为。我大概已经看了4个动物、5个动物的栅栏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影子，连他在睡觉我都没看到。哦，我看到了啦！哦，在那 cave 里面。哇，啊、这还有人在。Kizu， 我看到一个动物了。哇，他在户外，在户外。让你看 ，Camo， 哦 ，That one， 耶，来接我们了，上车 ，Go。Flamingo, can you send? Okay. Flamingo. Oh, flamingo. Lizard. You know, see? Lizard. Oh, oh, 我看到在石头上面。那在石头上面。啊，是。它的 color 跟那个石头很像的，在最高。你有看到吗？在树枝的旁边，有没有？Okay. Like the monkey. This is kissing.
阿拉去先。哈哈哈！那个在骑吗？他在骑他。好了，回到入口处了。OK，thank you。我好喝水。我不晓得这样看不看得到，我们现在45度，嗯，45度，我们现在要走上车哦。我们现在离开动物园了，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城市，就是回到杜拜。三天前我们在杜拜，三天后我们现在回到杜拜，所以是杜拜的外郊郊区就对了。我们要去住一间沙漠饭店，其实蛮多人推荐去住哪一间的，所以也是砸钱去住的。他可能会有点心痛，就让我们来期待那间沙漠饭店，是不是就如同大家的评价一样，这么的美到惊为天人？好吧，你讲的比较标准。来，请问我们要去住的饭店叫做？法山。念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那一个东西。对，我们就是要去法山。